这里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东北角 16AR 跑道的东北角，现在飞机是由北往南降落。浦东机场有五条跑道，是国内跑道数最多的机场，也是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，占地面积50多平方公里，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才占地20平方公里，是白云机场的2倍多，不愧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最大的机场。现在风有点大，这飞机降落了。